柯怀恩，又是你！没想到吧？哼，我给你送了一份礼来了。这个是调查局最新调查的案子，送给你开开眼界。你说的道路计划，根本就是个官商勾结的案子。现在调查局已经开始展开调查。 你买通的官员、议员，现在是人人自危。你所安排的道路计划，是没有人敢再提了。我再告诉你，你那个装神弄鬼用来破坏冯春饭店生意的玩意儿，明天一早公务局就会来把它给拆了，因为那个根本就是个违章建筑。柯怀恩。 别用手指着我，孟庆堂，你曾经告诉过我，你只懂命令，不懂法律。现在我让你看看什么是法律。哼，给我等着瞧！黄宏文，原来都是你搞的鬼！哼，孟庆堂。 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就不怕天谴吗？喂，喂，你怎么了？胸口很不舒服，要紧吗？不要紧，咱们走吧。 爸爸可以赚钱养你，你不需要工作。为什么你宁可自己受苦受累，也不愿意化解这一段仇恨呢？哎，爸爸是为了你，你跟着那个王家祥不会幸福的。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，为了你十几年前的一点私心，造成现在的后果。你好强，不认错，宁愿自己的女儿跟着受苦，你也不愿意化解这一段仇恨。住口！ 你居然为了仇人的儿子扭曲爸爸的一番好意！好，我跟你说了，你是爸爸最后一点残值，是爸爸最后一颗棋子。我拆不了富春饭店，也阻止不了他们做生意。你输了，我输给了王宏文。如果我再把你输给了王家祥，爸爸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你是爸爸最后一颗棋子。 见友梅，你把他怎么了？为什么他露面来上班？他不想见你，我不相信。就算他要跟我分手，他会亲口告诉我的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跟他见面。我把他关起来了，就算你想硬闯，你也见不到他的人。王家祥，你要想清楚，只要你敢进这门口一步，我就告你私闯民宅。到时候你跟友梅各关各的，你永远也见不到面。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 你把当年迫害我父亲的手段用来对付你自己的女儿，那也要怪那是你父亲所赐。滚！阿妈，最近饭店生意未歹吼，你嘛呢加减吼，摕一个烧天的。好啦，阿婆，我再叫家华抓一条小。 妈，别插你了。
妈，咱饭店生意好，因家的餐厅嘛会赚钱啊。要赚钱哦，因家己当想办法啦。我若是有办法哦，就免来找阿妈啦。餐厅的钱拢在阮老母遐，你也毋是毋知啊，对不？我安尼一千五二都拢摕无，伊更讲就讲哦，叫消费啊去害这条钱，我哪有法度？啊，你著家己看要安怎啊？前一阵啊，饭店生意不好，小哥即马拢补袂转来啊。你的代志吼，阮嘛无法度啦。哎，王家华，哎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我想呢。龙华啦，龙华啦，你去边，你走去走，哎，你这边，这边啦。秋龙，你是来有影的？你干嘛看到家己的囝走路躲在外口，也无爱替伊出一千五哩行钱？你这敢要是做人老母的气功？哎、欸，这钱本来就是小慧欠的呢，啊你若看袂做你这厉害啦！我是欠你的哦。耽误什么？就这么两碟哪够啊？是不大够，他只是暂时让你跑路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弄得到恒春饭店，我出高价收，大家都有。要是弄不到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平日。话别说这么硬，我还是会有利用价值。到时候你还是会自动来找我的，是吗？聪明，真聪明。可是我得提醒你，我老板对我办事的效率很大，你可别等我被开除了再来找我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小辉，小辉，你哪知我住伫遮？我打电话去恁公司，摕着你的住址。请坐啦，坐啊。有一件代志。
要害当年的娇小，一直要逼我去做上班查某。啊？你妈逼你去做上班查某？我现在不知道要安怎才好，我想来想去，在外家住三天，我都感觉想到你，想你一定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。有这样亲母，心有够凶，这款代志也做得出来。我现在就惊呢。我要到这安，我真正不知发生什么代志。家雄，我拜托，我拜托你一定要救我。你放心啦，钱我能替你去找，给大头的孝心，你先等等。借钱，你即摆好意思向公司借遮侪钱啊？我逐个月薪水甲奖金照你扣嘛。以我哩公司的业绩吼，我相信两三年来吼，一定会盈利的啊。啊，你若向做啊一半头老跑去，啊，我规组唔派去。袂啦，就算讲我要死头路吼，我嘛想办法甲钱盈利啦。好啦好啦，阿翔啊，我也知影吼，你伫公司业绩做得袂歹，对公司贡献真大。啊！你个人真可以，你阿明经理哦，交往我是袂惯的，但是你要咧交往一个无来上班，你也知影咧，明经理无来上班哦，是公司的损失呢。你要借钱，好，我有一个条件，只要你将明经理带转来公司上班，我钱绝对传到好势好势，摆在你面头前，安尼好无？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呀、啊！你要爸爸说多少次你才会懂呢？不懂，我不懂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这么狠。小时候，你不让我去找王家祥，也没看你对我那么凶过。为什么长大了？慈祥的父亲，却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仇人。没有，我怎么会把女儿当成仇人呢？永梅，你真的不应该这么说话。从小我就怕你不爱我，你说这种话，爸爸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是你的一颗棋子。哎呀，不是的，爸爸说的只不过是一句气话而已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可是你把我关起来，这是事实。只要你离开王家祥，我随时可以放你出去，你爱到哪儿去，爸爸都不会管你的。我不会离开家祥，但是我也不会违背爸爸的意思。
随你高兴。就算我孟建堂栽在自己女儿的手上，你爱到哪去，随你的便。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，我真的快急死了。快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的。是我爸放我出来的，他很爱我，不忍心看我受到折磨，所以他把我放了。那你就不要回去了，免得他又把你关起来。不行，如果我不回去的话，他会很伤心很伤心的，我不能伤害他。怎么办？我的家人对我的不支持，对我的不谅解，再加上你爸对你强烈的阻碍，这会是个挣不开的死结。嘉祥，你不要气馁，这两天我都忍得下来，熬得过来。难道你没有这个勇气，没有这个信心吗？勇气跟信心有什么用呢？我在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彼此之间的爱来化解仇恨。我想我需要是办法。你要有信心，我们不要先被自己打败了。他们对我们都有爱，我看得出来你的父母很爱你，就像我爸爸他也很爱我一样啊。而这一份爱就是未来的希望，只要我们好好珍惜他，我相信这个结一定可以解得开的。明天我会先回去上班，暂时先让一切冲突和不安平静下来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先让一切平静下来，耐心的等待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呀！又是司机那边，你是不是赶我驾驶哟？我那边叫你驾驶，你搁里骂我。你讲遐路嘛，古早来找我。无啦，啊，不过当时要过来吼，我唔知啦。同平啊，你若过来吼，顶久也是无法度过来，你倒下手啊。哪里我看哦，我过来出来避几工。哎，小弟，小弟，小弟，来呀！安怎？你呀，哪里吼，上好伫咧厝的吼，甲你某顾条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今早咱缀人走。这可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哼，你这两工啊无伫个尔吼。啊，就走去咧找古爱玲啦！若不是讲吼，你土气遐讲出来吼，够歹听哦！我早就甲呼出去啊啦！无可能啦，小鬼啊，伊无可能做对面去啊的代志。我咧走路走几落工，我小休一下。啊！死囡仔！这倒是个反转，哎！我甲你讲吼，你这两工啊无伫个尔呢？啊！伊常咧敲门打吼，啊，走去找迄个王阿家上。安尼啊，你牵我，我牵你，啊，一个牵啊，一个笑。哎呦，两个人好到要死的哦。你哪知？我第尻川我去看到的啊。我看到伊两个人吼，安尼手牵手，啊，伫遐咧咪歌笑。哎呦，敢袂看口的哟？啊，煞了安怎吼？迄我就唔知啊。妈。这件代志吼，是比我性命搁较重要，你是千万唔通乱讲。哎，我是恁母啊呢，啊我讲的话你无相信，你要相信谁哈？是我亲眼睭看的，啊我若讲白惨吼，会去互你讲把凌迟啦。东平啊，你甲想看卖，你即马是咧欠钱咧走路呢，
啊，人迄个王阿家上哦，已经有一个斗阵的啊。啊，这个秀辉哦，伊较讲，伊想要换查甫人，伊嘛是爱趁即阵。啊，无感觉讲爱等到人因两个人因阿嫁落，啊，伊才来甲人安尼哥哥陪吼。啊，那你吼，你若小某吼，唔敢嫁死，恁母也替你嫁死啦。若像这种媳妇吼，我无应准啦。你计算啥哦？怕你偷客兄啦？哼，未见笑，早起坐了王阿家上，偷偷的约会啦。安怎？想要双脚踏双船？冬天啊，我差点跟你讲了，这种我哪用得娶啦？紧给赶赶出去啦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啊！出去啦！我跟家上早都无关系啊，早都无关系啊。什么你无关系？无关系，你两个人拖人暗去。请你相信我，我嫁东平了，一心一意要做伊好个啊。你绝对无做对不起东平的代志。你想要怎么做？动！出来了啦！见笑台，你是要跟阿拉讲啦？王，王妃，我对你了。王妃，我尽心尽力爱你，想要你做皇后的代志，想做。容易啦！出去！嘿，我搁在遐猜，我叫你出去无听。哎，出去出去，死出去，甲死死出去，出去啊！陈大姐。哎，哦，多好，客兄来多好，两个人哦，做阵吵吵出去啦。东平。你现在不把代志问我清楚，都要把大嫂赶走。哎，是我亲目睭看的啦，我看秀辉去找你啦。哦，俺两个人安尼手牵手，偌亲密的，你敢在搁讲？你想好？等我还袂起屁味的时候，你就赶走。东平，你会怎安怎？伊现在要来找我无？伊完全是为着你呢。拜托我来想办法啦！替你还钱，你外口所欠遐刁笑，大嫂对你这么好，你忍心要赶走？是安怎白讲？伊为着你的面子啦，顾着你查甫人的尊严啦，钱我一定想办法替你借着，明仔载我提转来给你。哎呦！家祥啊，啊，着有影才通讲呢。你敢真是才有才情？啊，若要爱阮相信讲恁两个无关系吼，明仔载吼，我看到钱才讲啦。啊，是讲吼，你甲秀辉吼，才连知己，啊，到即摆两个翁仔某有困难伫个，你甲斗三工嘛是应该啊。明仔载会去甲钱摕来嘿。会啦会啦，唔免，我唔免你甲我斗三工。我无可能洪某怀疑前男友借钱来跟我斗相，这种代志我做不成。我就算讲甲全世界人点头拜托，我嘛无可能会甲你点头。你跟我出，我唔免你给。我看人即马八钱做遐暗，无这条钱，这肯定要安怎解决？他们叫我们叫他走头路，我也不可能叫他当三哥。东平啊，好休息。阿兰上钱要来分开，你做我两点了。不是做我两点，我是无可能利用我母去做生意。这种代志我王阿东平做不错，我阁有淡薄仔志气。
我无法度接受。家祥啊，阿静甲你讲吼，阿阮东平我甲讨工啦，阿明仔载你会记哦，甲钱传来的。见鬼了你！快听快听，就是妖魔鬼怪来了啦！伊讲我咧冬天来欠伊的钱，若无还，我要甲大后脚筋的。啊！快起来！我无出去摆去，倒后脚筋啦，我来看卖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要去啦，不要去啦，你袂意去啦，我来跟你讲。哎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不在，如果我找到他的话，我一定会请他跟你们联络。小辉，啊，你是讲南部的，啊，这是啥？这不是欧东平哟，是鬼哟。欠恁迄条小囝仔，伊实在无法度还了。来，拜托，叫你手势也较悬的，看向归刚好。王东平啊，你实在真见笑，你知影无？有代志唔敢出来跟我解决，叫这查某人来跟我怒，我咧讲，我是要你打出头。你欠交警的钱，今仔日一定要还，若无我帮你算。无无无，算起来，这条小是我欠恁的。你若要讨钱，你找我讨，你莫找东平。我来打，你要打？那呢？你这条后脚筋是无得条了。等，什么代志找我就好，替阮某无伊个代志吼，莫去磕着阮家的人，我甲你拜托。袂使啦，东平。好啦好啦，莫这么怒啦，谁人啊？哎，阿婆，你是想要安怎呀？不想发火，你们就爬到我头上来撒尿。我在江湖上杀人放火的时候，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吃奶嘴嘞？小朋友，你他妈混哪里的？一环呐。一环呀，林大爷他可叫？对。他可是阿呆的小弟，对不对？对。阿呆是青帮的，跟我挖天脸。哎，我是青帮入伍进六，头顶通字，怀抱物字，手拉学字，物字背呢。看什么？怀疑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祖师爷阿呆看到我都要礼让三分的。你们三个什么东西啊，在我面前大声小声的。大爷，潘先生，他咋搞？跟敌人何处理？何处理？你们不要跟我装兄弟说啊，钱会还给你们，不过要还几天。大爷，你在讲何问题？秦明啊，我敢那跌倒油，我想袂到讲你伫咧社会上哦，遮准啊！我跟你这么久，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我不想在你面前提嘛，哎，说的口渴就去泡杯茶了。哦，茶马上来了。哎，我注意啊，稍等，茶吼泡较好诶。高丽人参茶，你起码得，泡较好啦。启明啊，茶马上就来了哈。你平常不是在家里作威作福、气焰嚣张、宛然一家之主的样子吗？现在真的有事情了，你解决不了了，你躲到哪里去了？启明啊。是的啦，我平常哦比较看你不起啊，我知道你是疼我，
你让我的嘛，知道就好了。那我们东平欠人家那一笔钱是不是可以不用还了？可以不用还了吧？不行不行，可以还几天，但钱一定要还。不行啊，你不是说你是青帮物自备的吗？我当然是啊。青帮物自备在江湖上是话最也敢打的，你打不还这条小，他们敢拿你怎么样呢？是啊，启明啊，你是物自备的呢，就是因吼唔敢跟你计较了，说的你人敢跟你看吧。物自备的那江湖上，我对他秦角犹如滔滔江水，延绵不绝的。开玩笑，他们呼风唤雨，捉刀枪来刀的，我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好啊，非要逼我说实话是不是？20年前，有一次喝醉了，他们拉我去入帮。那我就迷迷糊糊地跟着他们磕头啊上香啊，可是后来我跟这些人根本就不搭嘎了。我之所以还记得他们，都是因为他们现在在江湖上是有名气的人物，但是他们并不认识我。上回为了一件小事我去求他们，他们都不理我。真的是青帮物自备的人，我跟妈也不用这么担心害怕。这么多年来，妈也不用这么处心积虑的要跟人家抢饭店的好处。不过说实在的，爸，我跟淑慧呢，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帮忙，真的。来，等一会儿我了。哎，妈，等一会儿我。爸。这杯茶孝敬您的，喊你飞行啊，老白嘛唔爱连过，要和我先把代志讲了嘛。行，奶奶对我有代志要跟你讲。跑不了庙，那钱要不还的话，你们会倒大霉的。你这个命何得好长？哼，鬼才糟糕不碰爱了，我怪行李也败。我叫启明，是的啦，是家己搞弄。右三圈七六，左两圈二十，右一圈十八，右三圈七六。左两圈二十，左一圈四八，右三圈，三圈，两圈，三圈，七六，左两圈，二十，右多少？有，干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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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代志啊？那保养箱号码是偌济啊？我雄雄搁袂记啊。洪叔，我甲你讲过十几遍，你搁袂记？是嘞啦。好啦，我再甲你讲一遍啦。饭店若要做吼，柜台莫咧放空声啦，啊，若无餐厅，互你带带着啦。
听好吼，是右七六，左二十，嘿，右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右七六，左二十，右四八，右七六，那个袂记啊，好啦，我知。小辉啊，啊东平嘞？东平甲朋友去饮酒，应该是天光才会回来。唉，妈，我是毋是倒位做无好，我惹你生气啊？妈，我若是倒位做毋好，你甲我教示，我会改。我会听你的话，小慧，我知影你是一个好媳妇。东平会当娶到你吼，是阮终身有保庇啦，啊嘛是阮的福气呢。妈妈若是倒位啊，有做到较超过，你都要原谅我的。无啦，我代志做无好，予你教示是应该。我知影，你是一个好媳妇啦。伫透早，你无闲到透暗，啊，事事项项代志拢捡起来做。妈妈毋是青梅，目睭拢看有呢。遐毋过吼，我这个做大家吼，是有较自私啦。希望讲，我后生娶的媳妇吼，会当给伊斗骹手，而且对伊的前途甲事业嘛有帮助啊。我做头无济，我也袂晓做生理，我袂晓出去应酬，我对东平的事业，什么帮助嘛无。这妈妈袂怪你啦，遐不过你也知影嘞，东平为着你吼，欠人遐尼侪钱，啊，即马搁咧走咯。讲遮咧讲，这个代志你嘛是爱负责任，你讲是毋是啊？我对不起东平。小慧啊，你敢知阮东平伊有偌爱你咧？妈，主要嫁予东平了，我嘛是全心全意咧对待东平。我知啦，我知影你为着东平的代志嘛真烦恼，啊，而且吼，你嘛想讲要替伊解决伊的困难啊。是啊，我想讲除了饭店的工作以外，我来外口搁找一个头路，淡薄赚一点嘛，来害这条小。嗯，当你干会晓做裁缝尔，你是会晓啥？就算讲你去外口吃头路啦，啊，趁有这条钱哦，要替东平还的时吼，东平迄条命吼，早就用收去啊。啊，我是要安怎嘞？小慧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知影饭店哦，迄保险箱内底哦，有一沓钱呢。安尼啊，妈妈来去替，啊，你替我伫门口讲，妈很快嘿。袂使啦，啥物袂使？啊，毋着爱等东平去用做后脚听。毋是啊，我是讲，妈，你毋通去做这件代志啦。啊，我毋通去哦，啊，毋着叫你爸去咯。毋是啦，我嘛毋是这意思啦。啊，无是啥？你也知影嘞，东平为你付出遐尼济啦，啊，伊为着你吼。去个交警互甲人拼生死咧装钱啦，若毋是恁客伯啊，讲要互通平开公司吼，伊今仔日嘛袂安尼死啦，咧走路啦，哼，碰风追鸡，哼，无效啦，讲话拢无影无一只，我若想着这吼，着几百岁啦，啊，这拢你啦，拢你带来啦，你带衰啦，你破格啦，拢你带来啦，讲着我通平。是到有够唔得的，唉，即卖明明吼，啊，都有一条路会当去解决伊的问题，啊，偏偏啊，都无人会当去替伊做。东平啊，你娶到这个新妇吼，也是足友好的呢。叫妈妈唔通去，啊，叫爸爸唔通去啊，啊，若无，是要叫谁人去嘞？小姑娘。
我跟你讲哦，我查到好辛苦啊，不但哦会起价无头前，我而且哦会放你万事你呢。你感觉我还是好人，我是唔通咱公平，爱唔得嘿。妈。